来传讲授一下，呼呼啦圈授一下，回宿舍都可以互相练习，希望呢下次出来每个人都能够三圈呼呼啦圈。那呢等一下我们这个差不多就是要让你们进行这个舞台上的电子媒体联访，在之前我们能不能请这个女孩们，我们呢背转身跟全场的小熊饼干们来拍一张大合照好不好？来，所以麻烦娟布泛蓝小熊们来，我们请官方摄影在台上来。看到这么多粉丝的心情，有些人还是自己打手给赏一大早来看你们。其实真的很谢谢大家，因为就是今天很谢谢大家来，然后愿意来看我们。然后其实大家很多人都是从我们外场就一开始就支持我们到现在，所以就是很谢谢，真的很感动。麦克风低一点，会挡到麦克风低一点，不要遮到脸。那其他的团员可以说一下看到粉丝的感觉吗？当然是很开心啦，就是看到大家这么的热情，然后每个都是完全不会因为天气太热啊什么的，然后消耗掉他们的对我们的爱啊热情，我就很开心，觉得居然有这么一群这么可爱又这么厉害的人在支持着我们泛蓝小熊，就很感动。只是今天这个活动，还有可能台中，然后。接下来我们也有很多活动，然后也接收到粉丝们也都会说他会随着我们就是南下然后北上这样子，然后其实真的很感动，就是很谢谢他们的陪伴。那你们今天专辑已经发行，可以透露一下你们接下来会发就是一些各种的曲风会带给各位粉丝这样子，有哪一些曲风？目前还不确定，可是我们自己也很期待。嗯，也各种风格都会想要尝试，对，不限制。对，而且有一种比较可爱风，你们自己私心会想要诠释哪一种形象？是比较女人味的，比较成熟的这样形象吗？其实我们好像没有特定说想要就是某一种形象，就是其实我们不想要去设限，就是各种风格都想要尝试，然后也想要让大家知道我们其实是很多元化的。很百变的，百变的，因为我们可能年龄层就是有高有低，所以其实能驾驭的风格也蛮广。对，像我们团内就有两个14岁的妹妹 Nico 跟 Vicky 啊，然后我们大的姐姐那也有，所以就是风格蛮多变的。有就是讲到说他，你昨天挂急诊，那你怎么会那么突然会挂急诊？就是昨天我们在信义区的表演之后，就是肚子很痛。然后就送医院，但是没有太大问题，就是有点肠胃炎，没事，我现在已经好了。谢谢大家的关心。那下个月妹妹们的行程都很满，那会不会有团员在就是压力大到偷吃东西，或是有点吃不消，身体有点吃不消？我觉得大家反而是累到没时间吃东西，我们就是会随身带一些水果啊，或是公司会帮我们订健康餐这样子，然后就带着一起。对。那还有就是圣诞节也将至，那团员们会自己举办什么交换礼物吗？会有一些庆祝活动吗？其实我们真的很想在宿舍一起交换礼物，因为就是这是我们团第一次一起过的圣诞节，对对哦。但是因为行程忙碌，也不知道有没有机会能够私底下一起玩交换礼物，因为应该是蛮好玩的。对，看能不能敲完公司让我们拍一集团通知交换礼物。对。那有没有人有收过最难忘的交换礼物想要分享？我想到一个，我小时候有收过一个，就是我那个同学，因为他交换礼物不知道交换什么，然后他就拿他自己的照片，然后贴在马克杯上，然后送我。然后我就觉得，因为我就觉得，我没有想要，我总该不可能家里放着一张他照片的马克杯，然后放在那边的吧？我觉得蛮奇怪的，所以我那时候蛮印象深刻。然后那时候我也觉得他是一个怪人，就不太敢跟他讲话。那之后有送什么礼物可能跟他回敬一下？哦，没有后来我们就。因为我们是同学嘛，他会换班啊什么的，后来也就没有再聊天了、啊，这样。其他人有没有收过什么很雷的礼物？我是我有是那个活动是要送比较烂的，就是他有两种，然后我送别人有点烂，就是我拿那个酱油包。哦哟，很烂呢、欸，什么？最烂的礼物啊！我就挑越烂越好。就寿司店的那种酱油包。就是那种对对对，类似。
那因为你们今年也会登上耶诞晚会的舞台以及跨年，那现在也都在排练，那有没有哪位团员就是你们在排练当中最容易出包？太棒了！哎呀，这个知道要往哪里挤吧？这个知道往哪里挤、哦？我帮你拿这个圆的。你自己拿吧，出包的自己拿，出包自己拿。没有啊，就是舞蹈的方面呢，还是要感谢阿用、蓉蓉还有心灵。啊，还有 Bido 啊，好的，所有人，就他们，很谢谢他们帮我，才有今天可以完美的表演，谢谢。那其他会就是给他什么鼓励吗？哦，有啦。其实圆圆他自己其实真的很努力，所以我们就是教完他后，其实我们也不会特别担心他，因为他都会自信。而且他是一个很乐观的人，所以其实我们每次就是念他说，哎，你这里为什么总是都记不住什么？他也不会一直往心里去，就是哦，我要记住，他就会自己好好的消化掉，我觉得很好。他觉得他总有一天一定会记得。对，他觉得就是有志者事竟成。对。哦。是。紧张还是难免有的、啊，因为还有什么淘汰制啊什么的，然后就很担心自己是不是会哪里做不好，然后是不是因为我自己虽然我知道自己哪里有不足，但是我还是怕觉得哦自己知道哪里不足，可是我还有很多次不知道自己哪里不足的地方，所以我还是会很在意自己的一些东西，然后但是我现在就是我们大家每个为了韩国的去韩国练习，大家每天都是有在很努力练习，就是为了能够，对，就是为了能够顺利的跟大家一起，不要拖大家后腿这样。可以吗？可以。好，谢谢。好，谢谢。谢谢。再问一下，今天不论幻蓝小熊们开始这个展台跟媒体们的一些见面的活动啊。到现在还会紧张吗？会紧张吗？上一次发片记者会是第一次面对，就是记者大姐，是对那个大姐嘛，然后一次就递上了很多麦克风，对，然后就有说，哎，谁讲话就往那边嘟，我是觉得蛮好玩的，对，的体验，对，难得的受访经验会越来越上手，越来越熟练。但是呢，这个节目这样一路走来，过关斩将，有没有自己得到一些不一样的体验或是成长？来 ，Bido 要说一下吗？哎 ，Bido 你还好吗？感冒，好跟我一样感冒哎、欸。我被他们传染了。真的是好被玉冻到。被圆圆。对呀、啊，被圆圆。对呀、啊，一路走来节目这样子啊，有没有觉得自己真的有一些不一样的成长，或是不一样的观点？其实我觉得刚开始站上舞台的时候，其实会蛮紧张的，就是不知道怎么去跟镜头互动，或者是跟粉丝互动。但是我觉得就是跟大家见面久了之后，然后包括很多镜头这样子一直拍，其实我觉得到现在就比较从容的可以去表现。越来越好，越来越有大将之风。那阿勇呢？阿勇你呢？有没有越来越习惯在台北的生活？已经习惯了。对。哦，所以希望说呢，也是能够一切越来越好，好吗？好。那提到了这个，在未来少女的这个节目当中呢，一路走来有很多重要的贵人，帮助 JBLUE 幻蓝小熊不断的成长。所以今天呢，来到了这个千山万的台北站。也是有一位我们的少女见证者要来这边给你们最鼓励、最温暖的、最暖心的支持，让我们欢迎的是这个欧弟弟弟。来，再穿衣服。Yo！ 耶、yeah ！大家好，我是幻蓝老熊喊。哎，不要冬眠了，今天那么热，快醒来好不好？尖叫声。哇！幻蓝小熊漂不漂亮？阿关姐好，欧弟弟弟好。哦，刚刚在那边脱光了穿衣服是不是？对，突然有人冲上来给我这一件。对。然后我一穿过，因为我是那个棒球服控，你知道，穿起来就好嗨哦。帅啊！对啊，只有我有，对不对？没有，大家都会有，因为我们会公开扮帅。屁孩耶你！只有我有。没有，你是可以先穿上，但是大家都有机会拥有。好的。不过说真的啊，全部的幻蓝小熊，你一路看他们这样子过关斩将，渐渐的长大，各方面越来越专业。那你觉得他们今天有这个很棒的现场会鼓励一下？就像看自己女儿一样。对。
干嘛？吴家有女初长成，就是长大了，对不对？然后呢，就是越来越漂亮，然后越来越有魅力，然后一场一场的，就是攻陷大家的心里面，是。然后看他们越来越成熟，但是呢，因为今天是冬天，对，我觉得他们会不会热？蛮热的，蛮热的哈，因为大家都穿毛衣啊。对，我也是，好热，对，很热。但是呢，这个冬天的暖阳给我们一个很好的 good sign。对，他们呢一定会带来最棒的表演 for you。For you， 今天你不能够是空手来的。对，没有啊，我都有带东西，我去哪里都会带东西。带礼物，带礼物，带礼物来了，好不好？礼物，礼物来，哎，首先礼物先送上来。好 ，OK。是啥？礼物是呼啦圈。对呀、啊，怎么这样子？这个就是传说中的呼啦圈。是。呼啦圈呢，意思就是说呢，因为他们现在是团体，对不对？是。团体呢，就是要团结，所以呢，我要把他们三个扣起来，来。对。而且呢，也代表呢，作为偶像，随时都要保持身材。哦。对。美好的仪态。对，好。然后呢，在宿舍里面呢，大家要互相的帮忙，互相团结。是。对。哦。啊，你们可以三个一起摇一下吗？你摇得起来吗？所以呢，欧弟送上了呼啦圈，有很好的寓意。对对对，圈在一起，保持体态，互相团结。互相团结，然后偶尔可以这个搞一下小团体，也是很健康的。良性竞争。良性竞争。对对对。所以呢，呼啦圈他们这样摇得动吗？有啊，有没有最厉害会摇的？会摇啊！来来来，出来出来出来。有。彩珍是不是？都会吗？大家都会。彩珍先出来示范一下。彩珍先出来摇一下。我看，哎，彩珍可以摇三圈吗？可以摇三百圈吧？真的假的？我是会摇三个呼啦圈的，三个一起呢，可以吗？三个一起。我不知道，我没试过。好，一二三，来。哦。老了。太正了，太正了。哎，这浴缸也要摇吗？浴。女孩们有没有人可以摇两个以上呼啦圈的？同时。两个，那要挑战一下吗？来，去挑战一下。两个，真的假的？两个同时摇看，试试看，试试看。来 ，Go！ 不用。可以耶！三个。再一次。很强耶！今天不是女孩们的特殊记忆，要聊到晚上了，厉害，给玉掌声鼓励一下，好强大哦！不愧是时时刻刻在进步的人。没错，所以呢，欧弟带来第一份礼物是这个三个呼啦圈，还有对不对？还有，因为呢，他们现在很多称号，秒杀熊啊，国际熊啊，所以呢，他们呢要加油。除了呼啦圈之外呢，还有很重要的哦。哎呦，哎，这是谁啊？船桨，一人也是三个人一组。哎，你们为什么不准备酒支哦？本来是要酒支啊，连这种钱都要省。对呀、啊。好，经纪公司不容易啊。好的，因为呢，现在呢，他们都住在宿舍里面了。然后呢，所有的生活起居，所有的表演，每天的每一秒都是在一起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呢，同时呢，在一条船上。对。每一个人都要这个尽心尽力的让这艘船呢可以航向伟大的航道，对，要一起成为国际巨星啊！同舟共济，同舟共济，对对对，真的希望这个节目的患难小熊的这个患难小熊号。那如果队长呢有看到不乖的，也可以拿这个船桨打屁股。老师，我有个你这个只有一只划不了啊，只有一只划不了。产生真的是很到位，真的很可爱。那这边呢，我们是不是要麻烦这个欧弟？带了这两份很珍贵的礼物，有呼啦圈，有这个船桨，寓意都很深刻。是，那我们这Jane Blue患难小熊的女孩们来合照一下，好不好？好，来看怎么样成队形变化。我在前面。哎呦，欧弟已经热到衣服穿不住了。好，那可能那个呼啦圈我们可以分送一下，来，女孩们可能可以这个跟这个呼啦圈看怎么样做一下互动，对，可以吗？好。三只船桨象征女孩们 Jane Blue， 来，对，演员这边可以拿一下，好，好可爱哦，好，来，左手边先看一下，左边，感谢我们的欧弟出现，带来一波高潮，
也给 JamBlue 患难小熊们的女孩带来一个这个很好的礼物，希望大家的这个呼啦圈彼此紧紧圈在一起，同心协力，携手并进。还有我们的船长，大家呢上了这个 JamBlue 患难小熊号，也能继续向前走。好，来右方看一下下。来合照一下。来中间下面再下吧。来中间。右手边，麻烦 JamBlue 跟 OD 的视线来正前方右四看一下下，谢谢。好，左手边麻烦女孩们的视线跟 OD 一起。OK， 好，正前方再补一下下，同舟共济呼啦圈，刚刚开发出女孩们的新技能。谢谢我们的舞台上面再一次谢谢我们收下礼物，也谢谢我们的欧弟哥哥。